重跳为20至39岁者需要测试的项目。测量重跳使用电子式重跳计，测试人员打开电子式重跳计电源开关，按启动键，听到蜂鸣声后，受试者踏上重跳板，双足自然分开呈直立姿势，准备测试。看到显示屏显示出0.0数字时，测试开始。受试者屈膝半蹲，双臂尽力后摆，然后向前上方快速摆臂，双脚同时蹬地，尽力垂直向上跳起。当受试者落回重跳板后，测试仪发出蜂鸣声，显示出测试数值。受试者要做两次，测试人员直接记录显示屏显出的最大数值，记录以厘米为单位，保留小数点后一位。注意事项：起跳时受试者双脚不能移动或有垫步动作，起跳后至落地前，受试者不能出现屈髋、屈膝等动作。测试时，如果受试者出现会有落到重跳板上的情况，测试仪将不会显示数值，表明该次测试失败，要重新进行测试。